陈胜呢？啊，石总，陈总助说公司有急事，先回去处理了。先送郑记者回去。好的。这人都不会饿的吗？采访了2个小时，又骑了一下午的马，自己废寝忘食也就算了，怎么一点待客之道也没有呀？不想请我吃饭，我可以请他吃啊。不过他工作的样子是有点迷人呢。不好意思，石总呢？哦，石总有事先走了。老范，一会儿我先走，你送他回家。等他醒了以后，看看他有什么需求，要看着他回家。好的，石总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待客之道？又贴心又没有耐心，把车留给我，自己跑了算怎么一回事？